今天我们又要去 Costco 了，但是今天我们去 Costco 不是去购物，而是去退货。传言 Costco 的这个退货政策一直是变态的友好，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就是过去这几个月，我们基本上每两三周就要逛一次 Costco， 然后我们现在是能在 Costco 买的就都在 Costco 买，包括什么牛奶啊、鸡蛋啊、蔬菜啊、卫生纸啊什么的，现在都是去 Costco 买，但是还从来没有退过货。然后前两天我们买了一些这个牛肉干，还有一个橘子，就买回家之后觉得比较难吃，太难吃了，所以今天我们决定拿过去退了它，看看能不能退，就是体验一下。就是反正这边像他们，像他们同学什么的，在 Costco 买了，凡是感觉不好的就都会拿去退。之前他们同学买了一袋大米，然后回家吃了说不好吃，然后也马上拿去退了，但我们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呢。今天也是第一次去体验一下。今天又在下雨，最近这一周一直是阴雨绵绵的，基本上也见不着太阳。然后我俩除了去上课以及偶尔去健身之外，基本上也懒得出门，就没有阳光就不想出门，然后也没有拍什么新的内容。今天就趁着去退货就拍一期新的视频，而且今天是周日，再不拍明天又周一了。这就是我们前两天刚刚在 Costco 买的一袋这个牛肉干，这个是16刀，然后一袋这个橘子，这个是7刀。当时也是在 Costco 逛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牛肉干，然后我就挺想吃的，然后就拿了一袋。然后它这个是450克一磅，然后16刀，反正合起来人民币也是100多块钱一斤，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结果买回来一吃，就真的跟我在国内吃到的这个牛肉干差距有点大，尤其我作为半个内蒙人，我对于这个牛肉干还是比较挑剔的，所以就我俩就一共就一人吃了一块吧，我吃了两块，他吃了一块就没有再吃了，所以就决定还是拿过去退了吧。然后我们也从国内买了一些牛肉干，过两天就开始寄，然后估计有个一个月应该就寄过来了，所以牛肉干还是得吃国内的。 Costco 的这个反正我觉得是不太行，就是它是烟熏的，然后打开袋子你就能够闻到一股那个像是腊肉的那种烟熏腊肉的那种味道，然后吃在嘴里那个牛肉的那种味道也不是很浓郁。到 Costco 了，今天周日人还是挺多的。据说 Costco 这边是只有数码的产品是规定90天内才可以退换货，然后超过90天就不给退换了，然后像其他的东西退换政策都是非常的友好的，就有人穿了一年的鞋子拿来也依然能够全额退款，然后吃的东西吃的蛋糕什么的最后只剩下一个包装了依然能够来全额退款，但是我觉得那样就太缺德了。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好像没有体验过吃的东西还拿过去全额退款那种情况。然后我还想起前两年去亚超、嗯、上面就贴了 All sales are final， 所有的东西一经售出都不退换是吧？都不退换、嗯当然在国内也没有像 Costco 这种购物还得先办会员才能够去逛的超市，就我们每次在这个 Costco 逛，然后进去的入口就有人会检查那个会员卡，没有会员卡你连进都进不去，所以他这个退货的这个服务比较友好也是理所应当的，是吧？毕竟我们那个会员卡都要花了60刀呢。 You have a return? Oh yes. Yeah. Anything else? No. That's it? Okay. Yeah. 退完了，进去两分钟都不到是吧？正好也没有人排队，我们就直接到柜台那儿。然后他问我们是要退货吗？然后我们说是的，然后就把东西拿给他，然后把那个会员卡，他直接一扫，都不用小票。对，都不用小票，然后就完事儿了。我们退的东西他也没看，就直接就收走了。他就那袋牛肉干都问我是不是开了，我说是。啊对没对牛肉干就问一下是否打开，扫完就他一扔、嗯、然后就退钱。然后我们又问了他一下这个退货政策，就是第一是我们这个是买的时候是用信用卡付款，然后他还可以把钱退还我们的信用卡，然后也可以退给我们现金，这个我还挺诧异的，网上发现了一个信用卡套现的新方法是吧？虽然我们也没有这个需求啊，但是你如果买一些大件什么的，直接买完再拿来退，不就刚好可以套现吗？
是吧？然后我们又问了他那个退货的时长，他说除了那些电子产品是90天以外，别的都没有时间限制，是没有，完全没有，不是说一年、两年、三年，是压根就没有时长的限制。即便是你可能用个3年、5年的，也能来退吗？那也太恶劣了吧，是吧？对对，我们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边的 Target 来逛一下，好久没来 Target 逛了。看它这个购物车，这个是一个半自动的，前面有个人搁那儿顶着，后面这个东西是自动的推。买了一瓶洗面奶，6刀，147毫升，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价格还行。看那帽子怎么样 ？BYU， 我作为 BYU 家属是吧？也应该戴一个帽子。戴的跟土豆似的。是吧？圆乎乎的。20刀，我靠！这也太贵了，是 BYU 值钱吗？还是这个毛线值钱呢？这个组合值钱。水源区是一间试衣服了，然后我在这里等着。看他们这个试衣间外面还有这个沙发可以让你坐，让你休息，这个还挺不错的。然后这边就还有一个哺乳室以及一个家庭试衣间。买个滤水器，这个原价25，现在打折19刀，我看网上也差不多这个价。我们那个自来水烧完之后有很多的水垢，所以买个这个滤一下应该会好一些。